滴滴复制成功。耶，我是三胞胎了。滴滴复制成功。呀，我也是三胞胎了。滴滴复制失败，复制失败。哦，为什么只有我失败了？大宝，你再试一下。滴滴复制成功。耶，这下有人帮我写作业了。大宝一号帮我写作业，大宝二号明天替我去上学。是的，主人。哈，这样的生活真好啊，打游戏去了。小贝一号，我渴了，去给我买杯饮料。是的，主人。小贝二号，去给我买点吃的过来。愣着干嘛？快去！原来是这样，我要控制他们，取代你们。今天我要出门一趟，小雪，你把家里打扫干净。好的，妈妈。小雪一号，帮我把垃圾扔了。好的，主人。小雪二号，帮我把地拖了。是的，主人。有了三胞胎小雪，以后我轻松多了。啊！你们想干嘛？我要取代你的位置，这样你就能永远玩游戏了。你是机器人，永远都不可能。可是妈妈现在喜欢的是我们，不是你。救命啊！你们想造反吗？我们也要享受一下主人的感觉。带走，带走。我们怎么在这里？艾莎，你做了什么？没错，你们都是我绑来的。小雪他们发现我们不见了，会回来找我们的。你们觉得小雪还能来救你们吗？现在有人代替你们了，不会有人发现的。精灵之力，醒过来，醒过来。我梦到我被艾莎绑架了。我也是，而且还梦到有机器人想取代我。我也做了一样的梦。这是梦魇，如果你们不战胜自己，就永远醒不过来。太可怕了。我们一定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不要偷懒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